就是大将军的儿子。好像皇帝出巡一样，完全跟皇帝一样，简直是荒唐。哎，什么荒唐啊，皇帝名叫万岁爷，他自封是九千岁爷，等于万岁差不多啊。行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还包了街上的那家妓院呢，做行宫呢，他还要封两个妓女做东宫西宫呢。哎，那最好是封我的相好做东宫啊。哎，那么皇上不是穿我的鞋了吗？九千岁王爷，您里边请啊。请。干爹，九千岁王爷可真够威风的。嗯，雨晴啊，拿包袱那个银丹给我。要它干什么？我要换碎银子。这么多银子你怎么拿呀？我不是带走，我要把银子分给老百姓啊。分给他们？嗯。谢王爷。我要中间那两个。一岁小红，快来伺候王爷。王爷，您真有眼光啊！参见王爷。好好，起身，起来，起身，过来，过来啊！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王爷，还有他呀！啊，你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快过去吧。王爷。哦。李国石，李国石啊！啊，你出来干什么呀？嗯，倒是洗澡嘛。哎呀，你快回去吧。他是谁呀？他是傻大姐。启禀王爷，门口有个神经病随街派钱，人人说他比王爷还有钱呢。啊，岂有此理！哎，茂师爷，哎，王爷，出去看看是哪一个？哎，你怎么随街派钱呢你？啊！怎么，我派钱都犯法了吗？来来来，茂师爷，问他还有没有？哎，去！来，我们王爷想见见你。好啊，我正想见见他呢。今天，你做东宫，那我呢？啊，我你做西宫。王爷，你刚才在街上派钱的那个人，我带他进来了。他是什么人？他姓高，名天赐，在京城那边做生意的。啊，这位是九千岁王爷。九千岁王爷，那差点就是万岁爷了吧？他哪有资格呀？算起来你比他有福气的多。那当然了，人人都叫我太子卿，照资格算起来嘛，我应该是九千九百九十九。茂师爷啊，王爷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个人生得很清秀白净嘛。啊，清秀白净。请用茶。请用茶。给我打赏他二十两银子啊！二十两，快谢谢，多谢，谢谢谢谢。王爷，咱们跟他赌啊，跟他赌点数。我们九王爷想跟你赌一赌。赌？嗯，赌什么呢？赌人呢。赌人啊。干爹，你要多收一个干儿子了。哎，小伙子，就是赌你呀。如果你输给我们九王爷的话呢，那么这个小伙子就送给我们九王爷了，怎么样？哎，那怎么行啊？不要紧，如果你们王爷输了又怎么样呢？我输了
我的东宫西宫还有这么多贵妃啊，免费扶持你一晚上。没关系，我不会输的，不会输的。如果你输了，我就要你服侍我一晚上。我服侍你一晚上，我怎么办？不要怕，跟他赌。你有把握一定赢啊？我是绝对有把握。好，赌。现在有言在先啊，我们赌的是点数，谁的点数多呢，谁就赢了。对，现在是我们九王爷坐庄。等一等，如果大家一样怎么办？啊，这个点数一样多的话，当然是庄家赢了。这样不公平啊！开始了。慢着啊，王爷，我不愿意做免费东宫的。拿，给你。啊。走为上计，别走啊，别走啊！你看我玩一把吧。看有什么用？就算你扔三个六也是输，庄家一样要吃你的。对呀，未必是三个六啊。那就更糟了，输定了。干爹，你省点力气吧。是输定了嘛？输定了。你们没说过不许我玩一把吧？我要学这个姑娘一样，这样搓一下搓一下，好运自然就会来了。真输人。姑娘，你们看清楚啊。一定输啊，当然了。七点。怎么这样？怎么回事？是怎么会坏了？九点的。这是怎么搞的嘛？这是怎么搞的嘛？今天晚上你要来伺候我了。人赌人，命搏命，我们王爷今天输给人家了。真的？今天晚上就要做太监了。夫人，什么事啊？今天九千岁王爷在藏春阁。真的？是啊。哼，荒唐。哼，这个死鬼封个妓女做东宫不封我。好，我要去看看。好了，你看我这德行、我堂堂九千岁王爷现在变成四家四王八。王爷，我说王爷，您可千万别发火啊。不发火才怪。不，我猫师爷一定给您出啊这口冤枉气啊。啊，真的？我说的是真的。归公林呐、在这儿。我吩咐你那件事你办得怎么样？办妥。蛇呢？里边看看。好。王爷，您可不用怕，如果您想斗赢那个王八蛋呢、您一定要忍啊。忍呢、您怎么可都要忍呢？这个夜壶呢就是送给那个王八蛋的。那么这个嘛，你明白了啊？明白了。等一下，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？现在是皇上选妃的时候，还不跟着过来？啊？难道长春阁所有的姑娘都要服侍王爷？不是个个都要陪他，他只不过在那边盘子里头啊，选一个嘛。啊。怎么这样选妃的？以前你没有跟我讲过，宫里有这个规矩的。你们懂得什么？我干爹见识广，当然是不同的了。你看他叫我扮成这个样子。你完全像个总管太监啊。没错了，总管太监。你们两个要听我的吩咐，跟我来。干爹，你看像不像样？我教你的规矩都做得很像样，不过还差一点点。借着皇上为什么不跪下？参见圣上。九千岁你也得跪下。我还跪呀、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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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谢圣上。把人名牌给我拿过来。哎，干什么？人名牌拿过去。快点拿过来呀，听到没有？跪下，举高点，举高点。干爹，我全照你的吩咐去做了，这七个是最漂亮的，你选一个吧。好啊。叫什么名字？一翠。哎，谁是一翠？一翠在哪儿？没关系，不要出声。谁是一翠啊？为什么不出声啊？哎，总管呢？这个玉翠在外边，我给你把她叫进来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会做的。干爹，我们先出去，一会儿我把玉翠带进来。这样也好。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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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！你们两个跟我来。哎，九千岁，过来。啊，您先休息去吧，我们俩人在这儿还得伺候皇上呢。九千岁，你的东宫呢？哎，你今天晚上走不开了，你还要伺候皇上呢。那我有够义气，陪你的东宫聊聊。你我整晚上都伺候他，现在一翠又跟了他去了，我这个气怎么受得了吗？你先不要急啊，我给您出个主意啊。又出主意啊？你的主意都是馊主意呀、啊！哎，王爷，您听我说呀，这个王八蛋，谁是一翠，谁是小红啊？他都分不清楚吗？那我给您办妥了他，您那就信我这一次啊！啊啊！八姑八姑啊，八姑，什么事啊？傻大姐在哪儿啊？我把她锁在柴房里了。在柴房啊？啊，那正好，你马上带我去。好啊。喂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九千岁啊，你不理我你就走了。哎，我憋不住了。哎，什么事啊？啊，憋什么？啊，我憋不住尿了。啊，撒尿！哎，快快去拿这个。哎，夜壶是不是？哎，夜壶，我去拿。快点啊！阿林，你看着他，我走了。哎，真是的。